现在也是十个淘汰了，手感非常的火热，但是每当这个时候就会出现一个老六来制裁我。我说你干嘛？哎，又被制裁了。那这一把我就寻思稳一点，八个人头了，来站点吧。哎，这里没有人。我去你呢，不是。哎呦，你这老六，这游戏真是被这群六子玩得明明白白的啊，兄弟们。我是万万没想到啊，这小子藏摩托车都藏得那么细节，而且听全部麦声音，他楼上好像还有一个，哎，过来就给我溜了。哎，继续下一把，我就一路过的，然后发现旁边房子有个人，但是我万万没想到，我竟然引起了一把乱战。老规矩，咱们下车以后直接给他掐雷。哎，不是，怎么多了个脚步呀？我去，厕所还有几个，上个子弹，咱们去厕所把药打上。哎，不是，你们三个是在这结义吗？那么久都不露个枪，我一过来直接就开始了。现在咱们还差13分就晋级皇冠了啊！还是打把杜亚岛吧，这海岛我是真玩不下去了。老规矩，杜亚岛咱们首选落地科学馆，一会儿你们就知道打下科学馆的好处了。前面这个人不出来接子弹，哎，他过来了。哎，咱们继续进攻二楼的，二楼还有个脚步声，一般都躲在这儿，咱们打不偏箱。哎，打到了一枪，再打一步。哎，不是，这怎么又来一个呀？哎，差一点，差一点。架一下这个位置，他不过来，不过来，咱们再上去打一波，看能不能打到。打不到，先走打药。在这打药呢，听见他动脚步了，直接架这个楼梯口。哎，在这收了会儿物资，又来了个脚步。哎，是个坤哥，这就是打完科学馆的好处，兄弟们，视野非常的好。哎，让我发现一个。哎，你还想跑？哎，又让我看到一个，真的舒服，兄弟们，打完直接拿下淘汰王，而且刷圈的不用着急走，咱们还可以加一下后面进圈的。来了个脚步声，哎，看到了，哎，不是，这小子怎么会瞬移呀？我去，这差点让这喷子给我反杀了。这不药还没打完，后面又来脚步了，在下面，哎，咱们直接跳下去打。嘿嘿，没想到吧，在他旁边打药的时候，他也是夸了我句牛掰，好吧，非常感谢。打杜亚岛，兄弟们千万不要着急进圈，跟着圈走就行，因为总有比你进圈晚的，你在他前面就是个活靶子，好吧。而且咱们要找掩体多的地方进圈。哎，我好像听见脚步了，往我这个方向走的，咱们不动脚步了。哦吼，他脚步停了，咱们给他掐颗雷。我听这个脚步声音，应该已经知道大概位置了，应该能炸到。哎，这个房子是圈，咱们先排下点，优先排这个箱子里。哎，没有人，那咱们就先在这个房区等圈刷，继续哎跟着圈边走。又刷圈了，哎，前面响枪了，咱们看能不能去偷一手。哎，哎，这好像有个人，哎，也是成功拿下战场主宰，继续进圈，兄弟们，咱们只能从下面马路过了，得亏我还有三个烟。哎，下面好像有脚步声，观察一下。看到了，但是这个位置好像没有角度打他，刷圈了，他也要往前走，咱们来这里架一手。哎，不是，你想，这个位置好刁钻呀，我受不了了，我直接跳下去打，好吧。赶紧进去，咱们先给前面马路铺一颗烟，这把也算是我运气好，前面这个山头没有人儿。到烟里，咱们先把这个能量打上。这个圈好像就我没掩体啊，兄弟们，还有两颗烟。哎，前面好像看到一个，他趴草里了，本来想直接莽，但一想不对，还有一个人呢，还是先铺烟吧，稳健一手。我丢，第三个人露出犄角了，兄弟们，就在这里。哎呦我去，先把前面这个解决了，刚刚好像就趴这个草里了，咱们莽扫一波。哎，成功拿下，先打药。这个人在掐雷，哎，有机会，兄弟们，抓住机会，直接秒掉，最后也是成功吃鸡。